车贴上去，啦啦啦，巴布巴布冰淇淋，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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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了来了，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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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吃哦，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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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一场。吃下去，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巴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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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有趣，开开心心我们去买冰淇淋。吃下去，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我最爱巴布巴布冰淇淋。好货来哟！不好了，不好了，不好了！卡特团长，不好了！怎么了，柳丁哥哥？你慢慢说。艾乐芬，艾乐芬他，艾乐芬，你说艾乐芬他怎么了？艾乐芬他。他的鼻子打结了，打结了！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这个很正常，等等十分钟后他就没事了。啊，是哦。哎，卡特团长，柳丁哥哥，艾乐芬是谁啊？艾乐芬是我从小到大一起长大的好朋友，也是这个卡特马戏团的副团长哦。对啊，对啊。他虽然呢、是一只大象，可是啊，他很不会使用自己的鼻子哦。他是一只糊涂的大象。艾乐芬啊，艾乐芬，让我卡特团长来教你当一只大象吧。跟我这样做。我们这样做。一起变成大象喽。两只手打开来，把手掌放到耳朵旁边。好，小朋友，大象的耳朵是不是很大啊？是。好，我们要用手指头张得最大最大的，就可以变成大象的耳朵咯。哎呦，怎么那么热？好热哦！好热，好热。对呀，最近的天气真的好热哦。所以大象要用它的耳朵当成扇子一样的扇风哦，帮我扇扇风，哇！再扇一扇，大力一点，哦，好凉快哦！再扇一扇，哇！各位大象有没有觉得比较凉快了呀？有。嗯，大象除了大大的耳朵，还有长长的鼻子哦。现在。手伸直，另一只手绕过去抓住鼻子。小朋友，大象的鼻子是不是长长的啊？是。好，我们要用长长的鼻子摇一摇，再摇一摇。好，接下来我们要用鼻子转圈圈喽，转一转，下面转一转。好，用鼻子跟旁边的好朋友。打招呼 ，Hello， 嗨，哎 ，Everybody， 赶快看，正前方有一棵大面包树，看起来好像很好吃哦。真的耶，那我决定我要走过去吃。来，大象抬起你重重的脚，一步，再一步，重重的踩，一步。再一步，我们走到喽！耶，终于走到了。现在我们要把高高的面包果摘下来哟，分给好朋友吃。好，上面有一颗果实哎，小朋友，我们摘上面的哦。摘到了吗？摘到了。好，我们摘下面的果实。摘到了吗？摘到了。好，接着我们要摘前面的果实，伸长在前面，摘到了吗？摘到了。摘到了果实之后，我们把它送给旁边的好朋友，请好朋友吃下去。
真的好了耶！我就说吧，艾乐芬他没事的。待会我们还要一起去吃烛光晚餐哦。哇！卡特团长，我们也想要去。小朋友，你们想不想去？想。没问题，艾乐芬会很开心认识大家的哦。跟我这样做。我们这样。变成大象，开始走路咯。重重的走，重重的走，抬高一点。
说要介绍的是丽珍的话，她说她想变成一位小公主。哇，丽珍的衣服真的很漂亮哎，有着蓬蓬的公主袖，还有蓬蓬的裙子，以及长长的头发。以前小时候我也幻想过自己是一个长发公主哎。嗯，好奇怪哦，女生真的很会幻想自己是公主哎。嗯。哎，而且丽珍她一定很喜欢吃苹果。为什么？因为你看啊，他直接把苹果树种在庭院里。哎，好聪明的方法哦！想要吃的时候就去外面摘一颗下来吃，难怪这棵苹果树只剩两颗苹果。哎，月亮姐姐，我还有个发现哦，你看丽珍画的城堡的颜色跟她的衣服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只要看到这个城堡就知道这是丽珍的城堡哦。啊，真的耶！好好哦，我也希望自己可以跟丽珍一样，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嗯，想要城堡吗？想。那这个送给你。哇，这个城堡真的跟我衣服的颜色一模一样哎。对呀，嘿嘿，希望啊，月亮姐姐以后也可以拥有一座属于自己的城堡。再告诉你一个小秘密哦，其实啊，我就是丽珍的学长。为什么啊？因为我也读过卡里国小啊，你知道吗？我们卡里国小啊，校门口外面啊，就是一个一个砖块叠起来，就像城堡一样哦。然后这样看过去啊，有一棵一棵绿绿的大树哎，在校园旁边还有好多的农田，农田里面还有很多的青蛙会这样呱呱呱呱，啊，让我想起了我小学快乐的时光哎。香蕉哥哥开始在做白日梦了啦，我们先不要吵他好了。我有话要说，快说快说！啊，对了对了，而且我们在教室外面种豆子哦，每一年都会收成的。我要一只小木马，我骑着它玩耍，小木马最听话，陪我跳跳跳。我骑着小木马来到了大教堂，神父看到长廊。
小木马，我骑着它玩耍。小木马最听话，陪我跳跳跳。我骑到了农场，有一群小绵羊。小绵羊怕农夫，骑得大野狼。我一只小毛驴，我从来也不骑，因为我都骑小木马到处去赶集。我身上这小皮鞭，我心里真得意。不知怎么，不知怎么，爱着怎么忘记。今天刚好呢，有一个小朋友叫做雨辰，他寄来了一幅画，跟动物园有关哦。真的吗？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动物园里面有可爱的绵羊，还有三种颜色不一样的小鸟，还有大大耳朵、长长鼻子的大象，当然也少不了长长脖子的长颈鹿。雨辰啊，把这些动物画得很生动哦。其中啊，我最喜欢的就是长颈鹿了，因为它是动物园里面最高的动物，而且身上还有漂亮的斑纹，看起来好神气哦。那蜜蜂姐姐，你最喜欢哪一种动物呢？我最喜欢它的毛软绵绵的
是我睡觉的好帮手哦。每当我睡不着的时候，我就会开始数：一只羊，两只羊，三只羊。哇，蜜蜂姐姐真的有用吗？看来啊，你的数字概念还不错哦。你还好啦。那我们来玩一个跟数字有关的游戏好吗？好啊，怎么玩啊？好，请问一只鸟有几只脚？两只。那请问一只大象有几只脚？这么简单，四只。哇，厉害厉害。好，那我要来出题咯。请问两只绵羊加上三只小鸟加上一只大象加上一只长颈鹿总共有几只脚？哎呦，柳丁哥哥，你说太快了啦，这样子我记不来。那你知道答案吗？我当然知道啊，总共有22只脚。哇，你算这么快哦，怎么这么厉害啊？没有啦，其实我在家里面已经先算好了啦。好哟，我有话要说。快说快说。那换我出题哦。请问6只蜈蚣2只苍蝇4只蜜蜂5只大象，这样子有几